婉晴，我可真羡慕你。你恶不恶心啊？他是头，这叫拍马屁。我才不羡慕他呢，送吃的算什么呀？那男人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说不定只是让秘书随便在网上挑了点吃的。可是我每次看到他收礼物时那感天动地的小样，我就想吐。你们俩说话也太刻薄了吧。可你有见过这样谈恋爱的吗？一秒钟见不着，都撕心裂肺的跟哭丧似的，这才叫谈恋爱。可你们谁见过他的男人？就是他跟他男友都交往三年了，这礼物没少送，可是人呢，从来就没有接过他。哎呀，人家每天上下班都有私家车，根本就用不着接送。我觉得那男的就是一小白脸攀龙附凤的穷小子，就会做做门面功夫，婉晴还把他当宝呢。富家女没见过风浪，不知人心险恶，太好骗。就怕有一天啊，她男人在外面偷吃了，她还傻乎乎的把人家擦嘴呢。哎，算了吧，人家富家女有爹娘撑腰，不比咱们打工女命苦，我们还是少管闲事吧。别聊了，上班去吧。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